明天是克勤老师的生日，去准备找其他老师商量一下，能够给他什么惊喜哦。华健老师好，想麻烦华健哥一个事情，因为明天是克勤老师的生日，对，那想说今天晚上大家能不能给他稍微制造一个惊喜？老师好，张老师好，您请坐。特意来打扰您，就是想麻烦您帮个忙，就是因为明天是克勤老师的生日，想的就是晚上给他一个生日惊喜。你的意思是要给他 surprise？ 对，所以就是我你这边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们没有，对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就到时候希望老师能够配合一下就好。OK， 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好，请问是爱运感男士吗？今天晚上需要您帮一个忙呀。明天晚上是克勤老师的生日，到时候就配合一下了，嘎子哥。必须呀、啊！需要我做什么？推蛋糕。推蛋糕没问题，我最会推蛋糕啊。是吗？好，谢谢你。华健哥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恰恰恰恰恰 ，Hi Hello Hello Hello， 喂，靓仔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哥好，小哥好，是是是，你好，你好，哎呦，请坐请坐请坐，小哥请坐，请坐请坐。你觉得你的小宁怎么样？我的小宁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每个人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都说，我怎么觉得你腿很短啊？我说我腿短。旁边的小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吃什么长大的，都那么高。你看还有谁？我肖战也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新生代的一些歌手都很高哎。对对，我的那个也不容易合作的。啊？你刚说就是你跟他合作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原来你腿很短了，然后我呢，我那个我就突然间发现我的 key 很低啊。对，周深的 key 很高。对，我的 key 在这里，然后他的 key 在这里啊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他有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？对，有没有什么？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都没有。没有，外形看起来跟我蛮配合，蛮好的。反正你腿很长。真的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他就是不爱运动啊。然后结果我就问他，平常你在家做什么？我就躺在家，没了啊。所以结果呢，每一集我就带他去玩一个运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去打羽毛球，昨天我们就去踢足球。哦，怪不得，我觉得他长高了，这么快，哇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还有个爆点，行老师，哎呦，哇，你躲在这边这么久啊，一下吓死我们了。从一开始你们说的所有我们新生歌手的缺点我都一一拿笔记住了，回去都会转告给他们的，但是尤其您说的特别的真实。幸好我刚才稍微夸了你一点点，不然的话就麻烦就完蛋了啊。哎哎，我要不要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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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快点，你是寿星，对对对，不错、啊，你寿星，你手气好。咔清咔清，你又大了一岁。咔清咔清，歌声令我陶醉。咔清咔清，你活大又鲜活。咔清咔清，让我们演赢了也无所谓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天天有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一生情，一杯酒。哎呦，太开心了！这个环节，我觉得真的要衷心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谢谢你们对我的生日的祝福。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也很感恩有所有这么多支持我的观众朋友。还有朋友，还有拍档，还有拍档，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柯景哥，谢谢周深，谢谢两位。谢谢。坐，还没开工之前送你一个圣诞礼物。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Christmas 吗？一定要这么有礼貌，就显得我那么没礼貌吗？谢谢柯景老师。有打开吗？我就是，哎呀，里面就是一个青蛙，真的吗？遇见灰姑娘。是吗？是因为你歌词里面吗？你为什么会给我准备礼物？没有，是那 Christmas 吗？压力好大。没有，我们开始排练了。OK。我可以拆开吗？可以，说不定这是分手的礼物。如果今天我们被淘汰的话，那是分手礼物。分手，这不是什么恐吓球吧？哎，没有了。简单单，是个围巾吗？对，真的。简单单，谢谢。圣诞节啊。哇，很好看。哦。OK 啦。谢谢柯景老师。老师，好，彩排。彩排。老师特别照顾我的，回避了这个。没了。谢谢柯景老师。不客气。那明天唱好一点。我哪次没有好好唱？我都很努力哦。